然后射着。平衡中于一切。女神之类还行，他这波 A 我们自己也掉了140，我掉的血量跟他掉的一样啊，能接受。嗯，等等，他怎么到二了？我马上就到。哦，吃了个一血。小人新赛季5月15号开始啊，5月15号。救他一下！谢谢楠楠酱的魔法书，谢谢。这我真去不了，我卡哈丁啊！不去队友，他不去队友，我们也打不赢。去的话还，哎，还好不是飞机的人头啊。要飞机人头还挺难受的。这样的话，飞机带个红 buff。浩车，你肯定要补啊！吃我一个 Q 就完事了。嗯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打不过，真打不过。完了，嘿嘿，哎，等一下，狗头人为啥踢过来了？买禅意的，现在我也买禅意。我五级卡扎丁真的跟个什么跟个小兵一样啊，五级卡扎丁。这个还搂了个影魔刀。
哎呦，你好膨胀啊，兄弟，我这必须要跳你了。他搂个引爆刀是挺难受的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呀？哎，异他异他异他！没事没事没事，冷静一下就好了，冷静一下冷静一下。多少钱来的？1500，那钱够了呀。哇！死呗，小老弟！狗头没了，来一波来一波，我觉得是有那么点机会的。哎，怎么满血了？等等，兄弟们，我怎么忘了买女神之泪了？我操！我怎么忘了买女神之泪呀？啊！我忘了买女神之泪。我说怎么感觉我装备有点不对劲？一看，忘了，我才发现我没女神之泪。现在买应该还来得及，还来得及，没事，还来得及。漂亮，帮波下路，帮波下路。狗头在笑。
has been slain. Q 个炮车，你信不信？要不要买杀人书呢？这一把好像可以买了，买个杀人书吧。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换线的话我挺难受的，我现在跟女警是完全打不了的。我要找飞机啊。行吧。女警我有点应对不了。漂亮，飞机没漏，暂时不要补，他有大炸药包的话咱们 OK， 漏了就推这个线，没漏这个线不能推的，吃个塔皮呗。我操我操，不是这都不给吃的吗？怎么杀心都这么重啊，一个个的。这哥们没闪。没闪没闪。大影魔刀照样能杀，照样能杀。慌不慌？压力大不大？照样杀呀！这禅意卡萨丁伤害有点高的呀，禅意卡萨丁。伤害有点高。这个上路线归我了。
把上塔拆了。这都不带吗？不给机会啊，这人一点机会都不给啊，塔都不出啊。他塔都不出，我只能把他越了呀。行，没闪，没闪。我操！他想狙我，他想狙我。这女警想狙我，往这边走。拆塔吧。对面马上坚持不住了呀，马上坚持不住了。再见。然后开个抽号，兄弟们，国服任意大区任意分段打号两个小时啊，大家可以自己抽一下号，在直播间右下角。怎么不打老头杯呀、啊？你这问题问的，人家老头杯全是职业选手啊，全是职业选手。好吧，抽号在直播间右下角的小电视啊，没有任何账号和段位的要求，只要抽了就行啊。不管电信还是网通啊，什么宗师还是王者大师都打，都打。干嘛呀，兄弟，在我面前跳，不要太离谱。这个就不要踩，兄弟们，真别踩，打不过的。他振奋开个大招还加魔抗，这个人打不过。让队友去慢慢玩吧，我们先慢慢升个16级。
172点魔抗开大招，别来别来别来，杀不了，这人没打不死的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完全打不死。一个 W， 马上十六了，随时可以起飞。不买帽子，帽子我最后如果说六神咒，我把鞋子卖了呀，我把鞋子卖了换六换那个呀，换帽子呀。去上，谢谢楠楠酱的魔法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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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谢谢。抽号还有六分钟，在直播间的右下角，兄弟们，大家可以自己抽一抽，任意大区、任意分段都打，全是假的。我来救你吧。十七级，等个法杖吧。法伤棒先，他们说我不 C， 小心护河稳。这个辅助啊，2450。哎，干嘛？这么勇的吗？莱勒温不在，他们打不处理不了狗头的。走，爽波六神装。